仰观龙冠以后，弟子即上山。佛祖耶稣，请宽恕我们的罪过，祝我们每一地永活。求你把众人灵魂，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万福母后，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二娃子孙在这城市向你哀呼，在这地基之谷向你叹息哭求。我们的主宝，求你回顾你是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你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重生玛利亚，你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康受基督的恩许。阿们。按照中的意向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所以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Testing.
各位教友早安。今天的弥撒中，神父会将由堂区聚会收集的祈祷意象奉献给天主，祈求仁慈的天父愿纳及福听众信友的祈求。在疫情期间，圣堂内教友应严格遵守保持两米或六尺的安全社交距离。教区禁止信友在圣堂集体演唱礼中，请大家静默在心中，跟随所有的歌曲，不要开口演唱。此举是为保护神职人员及教友的安全。听起来大家早上，早上，新年快乐啊！给大家拜年。昨天晚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在除夕呢，感谢天主。这是新年呢就求恩，在新的一年呢，二零
2022年，我们把一切呢交托天主啊，天主会照顾我们的堂区、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个人。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在这新春佳节、万象更新之际，我们共聚一堂，将今年的一切托付给全能的天主，祈求他的照顾。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怀着除旧更新的心，求天主洁净我们的心灵，好能虔诚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失罪者，请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请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创造天地，又是万象更新，我们感谢你所赐的各种恩惠，请你使我们在圣神的引领下能日新又新，在圣德的道路上迈进。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创世纪，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们男和女。
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天主又说：看，全地面上结种子的各种蔬菜，在果内含有种子的各种果树，我都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在地上爬行、有身魂的各种动物，我把一切青草给他们作食物。是，就这样成了。天主看了他做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答句：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要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你们应该明辨上主就是天主，他造成了我们，我们非他莫属，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信实世世常存。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灵前欢呼，请起立。他的公正，万民目睹他的光辉。阿门。主与你的同在，在你的心里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的光荣归你。
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胜不过他。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以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那照了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送他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首先给大家拜年，新年快乐。今年呢，是虎年啊。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所以过年呢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团聚啊，很重要就是团聚。所以中国人呢特别啊，我看到今年呢。插花走他们都很用心啊，用心的准备了这个，不管圣堂外面，我们很有感觉的，我们这个年气啊，年气啊，非常有年气，中国人的年气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所以家家呢我们都有写对联，对吧，挂灯笼，对吧，这个就是表示一种喜乐的气氛。这个放爆竹还有什么，把福呢，有些人倒过来说什么福到了啊，过年呢就是福到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过年的春节初一呢，都是家家就是说小孩子呢就要给长辈去要拜年啊，拜年呢就蒸水果汤，大家很开心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叫五福临门啊，所以谁一讲的说五福临门啊。这个五福临门呢，在中国的尚书呢就有记载。哪五福呢？我们常常讲福啊，寿，一定要人开始呢要福福。第一福你要有长寿啊，第二呢就是富啊，你要富贵啊。你第二福呢，你要富呢就寿呢，这个五有福呢，第二个就是要富贵。第三呢就康宁啊，你要康宁啊。第四呢就是好幼德啊，这个就是说要有德性啊。要有德性，你看生到有威望的人，他要有德性。第五呢是靠善终，看到了吗？这个跟我们信仰很有什么？你前面都有啊，你有钱，你有寿，你有长寿，但是你也有德性。但是你如果没有最后没有善终呢，也不算五福啊。所以对，也不算五福。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当然我们耶稣给我们讲过征服八端啊，征服八端跟这个虽然跟世俗的观念不同，但是呢都是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当然征服八端呢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那个得到那个征服的那个八条道路啊。所以我们都常常讲啊，一日自己在于晨，一年自己在于春。所以昨天晚上呢，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般到我们基督徒在中国也是一样啊，
到年终的就是谢恩，感谢天主在过去一年给我们什么，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呢都是年初求恩，年终谢恩，对吧？一切交托天主。因为在新的一年呢，今天是今天开始，我们这不知道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挑战，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有信啊，有信德，信德告诉我们什么？天主是掌管一切的啊，天主掌管。昨天的晚上的福音说，你们不要忧虑，对吧？不要忧虑穿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对吧？你们要什么？因为天主掌管，就是什么照顾什么飞鸟、花草、树木，那更照顾他的天主的子民，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信德啊。今天的福音也是一样，在太初就是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对吧？起初就有啊，圣言在起初有天主，什么就是与天主同在。这个就是说，马窦福音就告诉我们的啊，厄玛诺瓦。天主与我们同在，不光是现在同在，从创世到什么世界的末日，天主都与我们同在，他会照顾我们，比我们自己照顾的更好啊，这个照顾的人更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要有信托交托天主啊，一切呢天主会在新的一年会照顾我们。所以今年他们把这个设计呢，插花组很用心。为什么很用心呢？本来他们设置这个不是说我们中国发财树，而是把天主的圣言，就是说天主圣言新年到了，也是什么天主圣言临我家。当然就是说希望，本来他们设计的希望在你们去在那个树上看一看，哪一个圣言是我喜悦的啊，是我喜悦的，我拿回家，我把这一年呢，把这一点圣，这一句圣言呢作为我的什么左右铭，让他常常陪伴这天主的圣言。我刚才讲圣言就是天主，你带这个时候我们取回家呢，就是代表我们什么圣言与我们同在，就天主与我们同在啊，这是这个信的天主与我们，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就是叫道成人，就是马那个若望讲的，圣言成为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耶稣降生了，圣言降生了，成为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刚刚呢过完圣诞节，对吧？现在我们又庆祝我们的农历新春，所以为我们华人来讲，这个节日是连着的，但是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庆祝圣诞节是庆祝耶稣什么圣言成为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啊，他成为血肉降生在马槽里，就是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为救我们。那我们庆祝新年呢，新春呢，就是说让耶稣基督呢陪伴我们在新的一年跟我们什么每一天，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对吧？当然就是说很难，特别在疫情底下，我们不知道疫情呢反反复复，像去年呢我们好多亲人啊，我们好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亲人离开我们，对吧？我们的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好多兄弟姊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德啊。我们相信在困难当中，甚至在病苦当中，甚至在死亡面前，天主都与我们同在。我刚才讲善终的最后的五福的最后一福就是什么？考善终，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考善终是五福最后的最后一福，你能够得善终也是你的最后一福，一个福，对吧？当然我们基督徒呢也常常求，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死亡不怕，然后当然是春节春年呢不谈死，但是我们做新娘的人呢，我们知道最后是一个善终，其实讲死就是为了让我们善生啊，这就是善生啊。不管怎么样所以新年有新计划新希望，我希望新年呢大家有新的打算。我刚才讲了，希望我们有个新的计划是什么，那你们就要我们做一个反省，我们总结去年，所以去年除夕呢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个反省，对吧？去年我们做的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也过去了，过得不好也过去了，也有成功可能也有失败。那最重要的是在新的一年什么，我们以新的态度，对吧？新的希望来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希望求天主降福我们在新年呢家庭和睦啊，降福我们的堂区啊平平安安，给每个人啊健康。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呢，根本呢是我的农历三春个，所以我的中国人呢好讲各个福个，所以好多人呢家中的挂各个对联呢，把各个福啊倒挂啊倒贴，不是倒贴没有意思，福到了啊，福到了，我的中国人好中意各个福啊，各个福呢都好有意思个，各个福是一个善感善压
口艇啊，你家中有伞，然后你有一口艇，你哥哥就是覆盖啊。因为我的中国人好讲哥哥，但是你哥哥覆呢就倒灌了，就一什么我的覆到了，所以我的中国人好讲哥哥五覆浪漫啊，五覆浪漫，没有五覆盖，没有五覆盖，五覆呢哥哥上虚杠杆，一月守，一月覆，一三月抗应，四月友好的，五月什么考醒中啊，这是我的中国人的五福感。当然我的坚决感，我的基督徒征服八端感啊，所以我的这个是我的基督徒要横的路。但是呢这个表达什么我的瓦人对福的一个标准，但是征服八端的是我的基督徒所黑盲感。所以我的口坚决在新的一年呢，不论发生什么事，好感不好感，我的都不知感。所以呢耶稣呢根本生言成为血肉居住在我的中间，就是这个意思呢。我的出边呢各个夸发中的好永生嘛，你的抬到国度写到两个牌杆，生年呢新年愉快，然后呢什么生言朗福啊。黑盲呢就是大家呢虽然我的不敢罗感，但是黑盲根本干一句啊，我终于经过圣经根轨，我的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圣经根轨感。我的黑猫你落一轨，黑猫这个圣言呢带据我的刚才新的一年呢，在虎年呢都能每一月都圣言陪据我的感。所以我的知道马都港管啊，圣言身为血肉规矩的我的总该就是各个什么阿玛努意，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口天主感服我的在新的一年呢天主与我的同在。各位兄弟姊妹，在这新春佳节万象更新之际，我们大家共处一堂，感谢天主在过去一年对我们的恩宠，也祈求天主在新的年对我们的祝福。现在我们怀着信德向天父祈祷。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愿教会内所有成员彼此相爱，忠诚地跟随善牧基督，聆听他，好能找到生命中的活水。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亲我们。请为世界和平祈祷，特别为乌克兰祈求，求主引领各地执政者，平息纷争，明智地化解各种纷争和危机，为流离失所者重建家园，让人民可享和平安定的生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亲我们。请为全世界疫情早日结束祈祷，求主赐爱心给各国执政者和人民，连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对抗疫情，即为受影响的病患者及其家人健康祈祷。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亲我们。今天是大年初一，充满团聚共荣、除旧更新的精神，让我们把来年的生活、工作、计划等都交托于天主仁慈的照顾。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听我们。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依照个人心中的意愿向天父祈求。
求主按照他的圣意呼吁我们的祈求，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父亲，我们天主，你是你子民的依靠和希望，求你按你的旨意满全我们的心愿，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前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共同奉献的这个圣祭。愿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今天欢度新年的开始，请你收纳我们的祭献，使我们能在你的圣爱中度过这全年的光阴。因主耶稣基督之名，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世人得救。在这新春佳节、举国欢腾的日子，我们更该感谢你，因为在所创造的宇宙中，以季节的变化提示我们除旧更新，使我们借着基督重获新生，在天国的道路上时时迈进。因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天上诸圣谦恭地赞颂你，齐声欢呼。声声声声中欢游的中，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赐仁慈的圣父，我们仰赖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你悦纳并降服这些无点的牺牲。我们将这些礼品呈现给你，首先是为你的圣爱公教会，请你在全球各地赐他平安与团结，保护他，治理他，同时也为你的仆人，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所有冲锋真道、忠于大公和宗徒信仰的人们。上主，请你垂念你的仆婢和所有参礼的人，他们的性格和虔诚是你所深知的。我们为他们，或他们为自己和亲友，将这赞颂之祭奉献给你，以获得他们自身的得救和所希望的身心安全。他们并向永生真实的天主，你呈现自己的心愿。我的两个真的高贵，首先比两万个职业是非到天主之谋，周身狂身文图马里亚狂的金夫神爷上。他们的神中的满身道教不得了保罗安德了哪个吧多么巴以多罗蒙马道西蒙和达道，同埋求你发佢哋嘅功劳，同埋祈祷系各种健壮护佑我哋。上主，我们恳求你悦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你拣选的人群中。天主，我们恳求你圣化并接受这些礼品，是成为你所馨香的完美祭献，就是你钟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在受难的前夕，把面饼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举目向天仰望你，他的全能天主圣父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把这珍贵的杯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心都流尽，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做你仆人的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纪念你的圣子，我主基督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迁。我们从你所赐的恩物中，把这纯洁、神圣、无玷的牺牲、永恒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奉献于你台前。求你慈祥地垂赐这些祭品，并欣然予以接受，就如你曾经接受了你的义仆亚贝尔的祭品，我们的信仰之父亚伯兰的祭献，和你的大司祭莫吉瑟德所奉献给你的圣洁的祭品，无玷的牺牲。全能的天主，我们恳求你命你的圣天使把这祭品呈现到你至高的祭台上，在这神圣的尊威台前，是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之后，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宠。请你赏赐他们及所有安息于基督怀中的人进入永福，永远和安宁的天乡。是你的仆婢，我的罪人，以致你无恨人，是从你父以致我的家人与神宗都同埋兄道的群体，就是约翰、斯德王、马比亚、巴尔纳伯，同埋你的尊神群体，求你唔好睇我哋嘅功过，但你欢迎后世因着我哋加入尊神的行列。上主，你借着他不停地创造、圣化、滋生、降福这一切美好之物来赐给我们。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唱。Thank you.
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请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其困扰中获得安全，是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同在。请大家在基督内互助平安。祝善后平安。祝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面是最低天主高扬，求你垂念我们。祝面是最低天主高扬，求你垂念我们。祝面是最低天主高扬，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单不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准备领圣体的教友，请到黄色标记三的位置，面向祭台，揭开口罩，领受圣体。教友即需要常常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未预备领圣体的教友或未领洗的教友，仍需离开座位，并站在印有黄色标志的一的位置，交叉双臂，接受神父的祝福。身体给着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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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基督基圣神，天加回平安。基督圣体，
基督圣体，基督圣体，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基督圣体，幸福与慈爱，基督圣体，沉睡不离，我见主在上。直至永远的时日。
大家请起立。请大家祈祷。全能仁慈的天主，请你借着天上神粮加增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诚心乐意诚行你的旨意，以获得永远的幸福。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祝福。愿恩宠至严的圣父以他慈爱降福你们，恩赐你们整年平安。阿们。愿他赐予你们坚强的信德、持久的望德和坚贞的爱德。阿们。愿他恩赐你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并子高天福音你们的祈祷。阿们。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我们一会儿我们举行这个祭走仪式啊，希望呢，因为外教人都说我们天主教不敬走啊，我们今年特别呢，就是在今年新春呢举行祭走啊，希望大家留下来啊，马上举行。Amen. Okay. Okay. See you. 新年好呀。
我打老虎算。这个给我，我可以了。春节祭天祭祖大典开始，全体肃立。哦，天地颂扬三祖，同声赞美主。今世中欢乐万雄欢，我走向山中前沿也欢喜，普天地颂扬山中同声赞美主。圣人我主，化育众生灵，我主同声赞美主。请坐。攻读德训篇。现在让我们来赞扬那些著名的伟人和我们历代的祖先。上主在他们身上做出许多光耀的事，自太古就对他们显示了自己的伟大。他们中有在自己国内为王的，有因自己的能干而名闻天下的，有因自己的名智而作参议的，有因自己的先知任务而明察一切的，有因自己的决策和明智而当作当时民众领袖的，有以自己言明的训言教导民众的学者，有因其所长创作乐曲的，有写作叙事诗的，有的是富而有权势的人，有的爱好美术，在自己家中过着安静的生活。所有这些人在自己的民族中历代受人尊敬，他们在世时就被人夸赞，他们有的已留名于后世，使人赞颂不已。我所要称扬的人
都是宽大为怀的人，他们的义举不会被人遗忘，他们的善行与子孙同存，他们的后裔保有这善行的产业，他们的子孙履行盟约，他们的子女因了他们也是如此，子子孙孙永世长存，他们的光荣绝不会泯灭，他们的荣誉必留于永世，民众必称述他们的智慧，集会必传扬他们的美德。以上是天主的圣训。感谢天主。诵祝词，请起立。天生我灵，祖传我身，生我养我，天主至尊，无我欲我，祖宗至亲，洪恩大德，山高海深，善终追远，报本感恩，春节岁首，吉日良辰，一元护持，大地回春，饮水思源，孝心远传。岁次人迎开元，我多伦多华裔教友共聚一堂，向我列祖列宗深表孝爱之诚，不忤祖宗贤德，克勤克恭，修身立德，造福人群，某益社会，中华民族兴起于东方，已历五千余年，文化悠久，德范高尚，即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文明古国中相传不地，迄今雄立东方，与世界文明古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凡此种种均有赖我祖先英明奋斗，不骄不躁，克勤克俭，还我炎黄子孙适应不武先表，精诚团结，奋发图强，友爱互助，并与世界人类兄弟贡献更多力量。今我遣其上主施恩加惠我先祖列宗，赐匹在天之灵，圆祥安享，谨具酒果青花于主祭台之上，尽情垂纳，上祥奏乐。
乡。建国建九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向主祭、乡祭、府祭，贺新年快乐。一鞠躬，教友向左右，互祝春节愉快。一鞠躬，愿请了天主，慈爱的天主，生命复活之源，赏赐你们春节快乐，身灵健康，幸福平安。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李晨，一起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教友可以个别向祖先献花，献香。好，